新闻一开始要带大家来关心嘉义县议会消息。永盛永丰两间公司涉嫌贩卖黑心油，遭受到嘉义县政府阁裁罚新台币3000万，因为两间业者拢无缴罚款，已经被移送强制执行。而今仔日上午县政总结讯的时，议员林宝办蔡其章也接讯警法处，深受确定撤销两间公司的执照等等。另外，针对县府的新闻稿有含糊地带、有影射议员之嫌，也要求县府道歉。嘉义地检署侦办黑心油案，总共查扣永盛公司土地51笔，永丰油质公司土地6笔，并且查扣两间公司80多个油槽以及油罐车等生产机具。检方除了声押永盛负责人，永丰负责人则是交保限定带机。而管府卫生局也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裁罚两个业者3000万，同时勒令停业6个月。如果因为行政裁处书送到位至今已经达到7天，两个业者拢还未缴纳罚款，因此嘉义县政府依法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嘉义分署强制执行。因为这件代志，这件代志的时阵，处长来的时阵可能啊，就发生了啦，所以应该你是事前可能较无了解，事后你爱去处理又好势。好，比如讲违建的部分。因为现阶段吼，因为目前是咱解掉咱的一间属于品牌查，咱的啊，因为咱卫生单位吼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来查封起来，所以我们当整个事件调查到一段落以后，然后这个查封的要件解除以后，我们会进行依照违章建筑相关规定来进行拆除。另外，针对县府新闻行政处15号发布新闻稿当中，文字有含糊地带，有影射议员之嫌，为此要求县府道歉。针对阮嘉义县的民代表，你这种是到警察署处长呢？你这是爱，你文化部这是爱有记者新闻媒体呢？你是爱来甲咧相，互客户以为这食品相安全相关的作为内底报告内底啊？你来甲到尾这内底啦？我认为这个写的不好，但是这个可能是表达的意思哈，表达不好。我认为是应该要跟议会道歉。我在这里，我们会正式，也会用书面的新闻稿跟议会做道歉。好啦，安尼好啦，好。新闻行销处处长柯淑芬指出，该文稿当中不是针对议员而写，造成议员的误解，伊也向大会来道歉。新闻就来新嘉义县采访报道。